呢、这个汤滋神阴，能够缓解肾阴虚不适嘅症状，好似烦躁、失眠、有盗汗、腰膝酸痛、白发、脱发，亦能舒缓更年期不适。但系呢个汤就唔适合肾病嘅病人，或者咧已有腹胀嘅人士。如果你唔知道乜嘢肾阴虚咧，本片说明就有个连结噶啦。680g 传统豆腐切开64小块，100g 青仁黑豆浸水5小时，然后隔去水分。15g 发菜浸水2小时，然后冲洗干净。2000cc 滚水加入浸好的黑豆，两粒洗干净的蜜枣和一块 5g 洗净的陈皮，边煮边搅，大火煮5分钟。冚好它，转细火煮50分钟。加入浸软洗净的发菜、豆腐粒、30g 鲜杞子，盖好，细火煮多20分钟。2茶匙盐，搅匀。2只发开的鸡蛋，搅匀。咁就做好啦。